大家好，沙天。这个是仙峰府，仙峰府的这个全球锦标赛已经开始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哎，我已经一万分了，一万分的话就是在大师乘凉哦。那神秘人的话应该也可以打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记录哦。好，感谢这个陈卡卡把我打上去。你看，记不记得我这个上一部全球锦标赛的影片？我那个录到后面啊，这个打神秘人都是十分十分，就算不是神秘人，打玩家也是大概十几分而已。所以后面我实在是，真的是爬不动了。因为你如果说，第一天啊，然后想要直接冲大师的话，我要打四十多场哦，要花四十几张券哦。那但是呢，这个我就放在这几天哦，突然之间呢，然后打开一看，就上了大师了哈，原来是被人家打上去的。那我们来看哈，这个分数来讲还是比较好哦。譬如说这边哈，我被一位这个大大哈打两下哈，我这个防守获胜加分数很多，然后输是扣62分，然后这边哈又是扣加加加加加，然后最后面再扣个100多分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再来是输的话呢，其实最多也就是扣不到有啦，这个扣最多啦，76分啦。好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哈，我输是扣24分，然后侥幸获胜一场哈，然后是加137分，然后再来是输40分，然后输26分。也就是说呢，其实你看哈，这三场我输这个三场呢，然后都没有这个加分来的多哦。所以说呢，其实我四次如果说这个赛赢到一场的话，哇，那这样分数就加很多。然后最后面就是这个陈卡卡哈，那这一个一开始的话，他应该是故意帮我推的吧？你看他是 top 43嘞。好，所以说你看哈，我输的话是扣26分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哈推两下，立刻就加200多分哦。所以感谢这位大大哈，他应该是帮我推的啦。你看那个他属于这个 top 级的玩家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来先设一下防守队伍哦，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哈，你的这个七队哈，可能会这个一上去的话，六七队没有设哦。那不过呢，他应该是会抓你上一次的这个记录，因为我看一下哈，我这个记录六七队都是有设的，所以说可能是抓上一次的这个记录。好，那先锋服比较简单一点，然后正式服的话我们再说。等一下啊，先上线的话，我先把这个次数给买一买哦，这个10钻石哈，这个5个券哈，还蛮划算的。好，买到这边就好了哈，因为反正上大师啊，就是把这个券哈先存够100张，然后下一次再用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设一下这个队伍吧。然后我设了这个防守的队伍的话，等一下哦，防守阵容，为什么不能改？哦，编辑啊，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先把它全部下去哦。第一队的话呢，我选这个斯加莱特队哈，然后这个是乱石之境的队伍。好，然后这个斯加莱特双子摆前面，然后还有埃兹，然后我再摆上一个这一个迪塞拉哦。好，第二队的话呢，我们摆这个虚空队哦，虚空队这一队也是竞技场的，算是比较平民，然后很常见的队伍哦。这个看到都不想看的，好像大家都是摆一样的队伍。好，然后当然是我们这个安兹大人的。好，然后第三队呢，第三队的话，我们东侯加这个卢克雷蒂啊，哇，这个是强强联手啊。然后呢，再来一个老鹰。好，埃隆再加上萨菲亚好了。好，然后呢第四队的话，我们就选择亡灵队吧。好，这两个坦好，这是哥良好，然后再来是奥登、希拉斯跟古宫吼。好，然后就这有点类似东侯女士队。好，然后第五队呢，这一队也是蛮常见的吼，这个熊妹，然后再配上我们的 SP 的塔林吼 ，SP 塔林当然是要配他的这个小跟班，这个算小跟班吗？吼，因为他也是这个属于同怎么讲故事是有相关性的阿斯塔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一个船长吼，还有这个女仆，女仆是跟对哦，女仆是跟谁啊？女仆的话跟阿斯塔好了，阿斯塔在这个天上飘来飘去是无敌的，很讨厌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了一下第六队哦。第六队的话呢，我们就设这个算是控场队好了，女权哈、哦，然后这个波斯王子埃兹，然后再来一个对不起，那个埃奇欧哈、哦，哇，这个是控场超级强。然后呢，我们再上一个SP 的埃兹有没有哈、哦？这个样子。好，然后第七队就是怎么讲呢？古王脱台前的这个常见队伍。好，然后就凤凰，还有这个天上飞的弗雷拉，再来一只古王哈，然后阿塔利亚，还有这个忍者。哎呦，我的忍者好像烂烂的。好，没关系，就先这个样子。好，存好之后呢，那我们来这个把进攻队伍也改一下吧，哈，我们就这样子复制哈，然后第二队复制，哇，这个编号已经到26了，不知道这个编号最多到几队了，然后到31到32哈，
好，这样子哈，因为都花了时间嘛，我们就来换一下。那现在呢，这个怎么讲呢？传奇的这个位置哈，应该有2000名了哈。所以说呢，但是我觉得在正式服的话，竞争应该还是蛮激烈的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哈排名是在2000名，那第几名可以？有哈，后800名有被这个大师联赛挑战的这个风险，所以说应该是在1201名到2000名这个阶段都有可能会被大师的阶段打下来。所以说呢，你只要进到1200名以内，哦，就不会被大师人打下来。但是呢，这个反正竞争还是很激烈，你也不是说进到1200名就没事了哈，因为你可能打着打着，哦，睡个觉起来，然后被打出1200名，然后再被大师的挑战都有可能哦。那但是呢，就是现在的这个位置呢，比之前的500名哈多了整整4倍，所以说呢，要这个偷摸上去的话，应该会机会比较大一点吧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打一下哈。那打的话呢，我们还是把刚刚那个防守阵容哈就直接摆上来，好，全部下线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编队哈一个一个放上去。首先是第几队啊？我看一下，第一队的话，我记得我是放这一个斯加莱特队，好，然后第二队的话，肉肉等哦。好，第三队，哦，这好像在推土哦。好，第四队在这边 ，OK。第五队，熊妹，哦，熊妹加阿斯塔。第六队，好，第七队，好，战斗，哦，这个是神秘人，应该打得赢吧？哦，没有错哦，哈。好，我进去了，噔噔，上传奇了。好，上传奇之后呢，我们先继续往上爬吧，哈，因为这个先锋斧人少。那我现在是第几名啊？我现在是1515齁，左上方这边1515。那我一次可以爬几名啊？其实我应该直接挑战，看一下哦。哎呦，我可以一次挑战300多名诶，也是蛮多的诶。1515齁，我可以一次挑战200名啦齁，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先上去齁，一天还要打3场。哦，眼都花了齁。然后我现在1315。那再来的话就是打1115，对不对？齁，我们再往上打，进到1115就安全一点了齁，一点点啦。好 ,1115 齁，没错齁，这边还是神秘人，先锋服真的好舒服哦。齁，这个跟正式服比起来差好多哦。好，咻咻咻咻咻。OK,1115 齁，我们再去爬200名。915齁 ,915 在这个地方。哇，你看全部都是神秘人齁，真的是两个字，舒服啊。好，这样子。好齁，4-0齁，这个要打这个7场战斗齁，4胜3负就可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样子。再来我是715的话，诶 ,915, 所以说我再来的话是715哦。好，我们爬一下 ,715 在什么地方啊，在这个地方。然后下一个就是515了齁。好，再下一个是515哦。啊，我们滑一下。哦，这个。诶，等一下，滑太多了。我天哪。哦，我好像点到上面的云，它就直接跳到这个最前面去了。好，又要重滑了。诶，有没有什么比较快滑的方式啊？没关系齁。好，再打个几场就够了齁，现在已经到了515了。然后再来是315115齁，差不多。这样子。大家应该会很客气吧，齁，就是先打神秘人，神秘人真的不够打的话才会这个往内互打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齁，现在是515，再来是315。快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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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多往上爬一点。奇怪，怎么变369了。慢。喔，这个不知道跟手机效能有没有关系哦。如果说手机效能好一点，这滑起来会不会更顺一点，怎么多滑了一点点？好，在这个地方 ，OK， 神秘人，好，315，好，再来是115喽，哈，好，已经爬上去了，哈，115的话，哎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哦，这个地方已经有开始有玩家了，哈，好，大家都已经跑到里面去了，115，哦，119，这边118还有人，好，我来118占个位置哦。好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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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 ,118, 上面还有神秘人吗？哦，这样子。118, 阿天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再往上滑一滑。哦，这个地方齁，大概先锋服比较活跃齁的老玩家大概都在这边了。
好，这边应该就没有了哈。前一百名以内好像差不多都有人了。有有有，哎，不对啊，这个是116。好，前一百名应该没有神秘人了吧？这样看起来是没有了哈。我们这样简单划一下。好，我只要归在100多名，我就安心了。这样子，好，好，差不多了。OK。好，那所以说这个就是群众警报赛的部分哦。好，我们来领一下哦，每日哈。我没有注意耶，这个有每日任务哦。啊，群众警报赛有每日任务哦，糟糕，我以为说这个打完就没事了。啊，这个每日任务是用来解这一个。哇，我现在才发现嘞。哦，看一下哦。那如果说我直接上大师的话，我还需要打吗？等一下，我们领一领哦，说不定这个赛季的领完之后呢，你也是可以全部拿完，对不对？好，看一下哦。啊，对啦，这样子合理啊。对啊，这样子，还差一点点哈，还差一点点。你如果说赛季都领完的话呢，其实我每日我记得我好像都没有解哦。那一天可以获得900的话，不是很困难啦哈。你赛季打到大师的话呢，你大概解个两天的任务哈，就可以拿完全部了哈，这样子。哦，那我觉得重点是在赛季啦。那但是呢，就是这个赛季就是为了一些比较新手哈，打不赢的玩家，那你可以用这个每日任务来解，那一样是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犒赏力的任务解完了。那如果说你要解锁右边的话呢，就是花14.99美金，那我觉得价值还算不错哈，就是大家做个参考。好，所以说这是全球锦标赛的部分了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团队远征哦。团队远征的话呢，目前也已经即将到了这一个成绩时间哈，还只剩7个小时，现在是凌晨的1点钟，然后8点钟就成绩时间了。那我也归的差不多了哈，这个也归到了这个坦克5-6，然后游侠5-6，再来这个辅助5-0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辅助再升一点点东西，我们就开始打伤害吗？打伤害除了是这个贡献伤害，然后增加排行之外呢？重点是哈，这一次有这个打高伤的这个任务哈，也不是打高伤的任务，说错了，应该说累计伤害的任务，所以你要对 BOSS 造成一定的这个累计伤害，你才可以领奖哦。那另外呢，原先呢，因为这个黎明之星的这些这个观战的角色，他无法去打 BOSS 就不能解这个任务。后来呢，有网友去跟这个官方反映哈，就是说，他们也不是说刻意不想打哈，是为了这个工会的这个怎么讲呢，整体的效益哈，然后才忍痛不打的。所以说不能这样子处罚他们，就是说无法领到这一个工会 BOSS 的累积奖励哦。所以说呢，现在呢，你观战的玩家呢，你一样可以获得所有的这个工会 BOSS 的这个累积奖励哦。但是我不知道说这个是直接可以拿到，还是说你跟的那个黎明之星，他要达到那个一定的累积伤害你才能拿到呢？所以说大概是这样的。不过我觉得能够当上黎明之星的话，打到这个累积的伤害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累积的伤害在什么地方哦。它的那个伤害呢，就在右上方的这个奖励这个地方哈。所以说，你一定要打满300亿哈，300亿这个样子，然后这是累计的。好，那我刚刚卖了一些圣物，我看一下哈，这个辅助的可以升了，要升什么呢？辅助应该是升跟防御有关系的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先来选一个左下方的哦。好，升一下。然后我还要再卖什么东西呢？游侠我已经满了，这个应该是属于游侠的装备吧，卖掉。然后战士的话，不需要了哈、哦。我应该不会升战士，就靠圣物之灵就好了。然后这个灵动之核，这个是游侠我5-6也已经买了。然后坦克也满了，哦，坦克也满了，所以坦克这个也卖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、哦，我想要升左上方这个、哦，左上方的话，哇，30几万可能没办法哦。那左边这个呢？左边这个的话，加攻击加生命。右边这个，右下方这个，爆伤征服魔法意志有防御力，好了，就这个了，好、哦，这样子5-2了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说这个几个比较常见的这个两个打王的这个队伍、啊、好，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熊妹跟这个末日禁卫哦，好，我们就选这个熊妹，然后末日禁卫，然后再来是这一个双子。还有莫塔斯、哦、然后另外一个是真伤角色，哇，真伤角色的话，我看一下、哦、这些都是辅助的。那原先的话，我看到这个记录是啪啪熊哦，那我没有啪啪熊怎么办呢？我没上啪啪熊哦，那就来一个雷恩好了哈、哦，这样试试看，还是降神啊？降神，凤凰，好，上个凤凰好了哈、哦。
好，我们就这样试试看。然后这个圣物之灵都五之六啦，哈，我的坦克都五之六了，所以说是给谁呢？这个也是坦克，好，辅助辅助，给双子好了哈。我觉得我的双子比较容易死哦。哇，双子五之六，哇，这个红色的看来还是很危险啦，哦，至少开两次大招了哈。啊，死掉了，死掉了，行不行啊？看看这一队打得如何？哇，一下就挂掉了。好，看一下哈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，好，十五亿。所以说我刷个20次，应该就可以解任务了吧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扫荡了哈，无脑扫荡，好，扫荡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扫荡还要设定圣物之灵哦，双子。不再提示。好哦，这个是17亿齁，继续。13亿。14亿。很飘啊 ,14 亿。好，我们就一直点齁 ,13 亿。好，飘飘的齁 ,17 亿大概是最好。然后14亿。好 ,14 亿。哎呦哦，打到20亿了齁，没败没败没败齁，这个样子。好 ,16 亿。好，赞赞赞赞赞赞，好 ,17 亿，好，打完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齁，我这样子这样刷一刷呢，奖励。哎哟，差一点点就300亿了，对不对齁。然后我们再换第二队哦，第二队这个也是常见的打高升的队伍。好，第一个呢是亚贝德，亚贝德跟这个安之佩齁，打成超级省齁，这个推推什么都方便。然后呢我们来看齁，这个亚贝德船长还有这个埃隆齁，但是这个亚贝德刻印好像最低需求是直接都要升到60齁，这真是蛮困难的。好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我们选择戴蒙，哇，他是上蝴蝶哦，哇，我没蝴蝶，那我来个索罗斯行不行啊？好，那我们就试试看吧。那圣物之灵要给谁呢？当然是给战士啦，好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的坦克都五之六了嘛。好，就选择给战士哦。好，叫叫叫，给大家 buff 哦。好，我们看这样子行不行哦？我是游侠五之六，哈，坦克五之六。哎呀，这个埃隆挂掉，游侠坦克都五之六，然后辅助是五之二哦。个十百啊，为什么别人打那么高我打那么低？难道是蝴蝶的关系齁，蝴蝶吸人家攻击力吗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齁，这样才八亿而已。好，我们再换一下齁，那如果说索罗斯换掉呢，换谁呢？换一个换谁呢？降神啊，降神行不行啊？好，这样齁，其他都坦克齁，坦坦油齁，这几个都不需要圣物之灵啊齁。坦克我也五之六啦，对不对？来看看哦，好，金色的，好，金色的降神行不行啊？挂掉了，挂掉了啊！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神侠会消失哦，因为我这个没有酒红哦，哦，哎呀，这个差多了哈。好，再来，好，我们再换一下，降神不行的话，这个 boss 的血量低于50%了吗？好，我们看一下佐拉斯好像跟高伤没有什么关系哦。双子不行，双子应该是用在刚刚那一队齁，所以说不要跟双子混在一起。那我们就选一个德雷斯的话，他是上单支的。书主有 SP 齁，然后他呢好像他可以降一下防御力吗？啊，不管齁，我们上一只狮子哦，五之六齁，战士狮子。有办法呢齁，把人家争议给消掉齁，这一次是这个新狮子嘛，齁，应该表现要不错才对啊。哎呀，还是不行哦，7亿而已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角色要让 boss 不要那么强，是不是？莫塔斯，雷恩，齁，雷恩还没上齁，这样子。好，选择给雷恩，因为其他都是56的坦克。好，雷恩开大。连那些小虫虫上面都有赏金令了吗？哦，看不大出来哦。哇，直接被秒掉了。好，7亿多齁，好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我这样子已经达到了奖励吗？达到了齁。
好，300亿拿到了哈，就这样子，所以说不会太困难啦。这个你只要归到后面哈，都五至六之后呢，你再去打哈，应该300亿不会太困难。你看我现在这个英雄的角色体力还剩那么多，所以说我等到归到最后面呢，看还能不能够再归出一个这个辅助的生物哦。好啦，那影片就到这边，我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